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据法甲官方统计，基利安麦巴比是本赛季法甲射门次数最多的球员，尼安奴美斯、科拿连巴洛根分列二三位。本赛季法甲射门次数榜前五排名如下：巴黎圣日门的基利安麦巴比射门次数是124次，巴黎圣日门里安奴美斯射门次数是113次，兰斯科拿连巴洛根的射门次数是102次，尼尔的庄拿芬大卫的射门次数是95次，里昂的亚历辛迪拿卡石迪的射门次数是90次。多谢收听，记得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片啦。喜欢这条片的话，就记得给 like， 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再 share 给你的朋友仔看。那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